家好，我是安娜。哎，镜头有点脏哎，自己有点尴尬。导演呢？来，来，我要跟你签八段。然后呢？We are party crasher. Wow wow baby we will crasher. Yeah, 这里主角是我 My boys, my ladies, we will crasher. 是想跳舞吗？对啊，有点难受，很想动。今天拍的是你为什么不敢？今天我们在保龄球场有跟五个金欧，我的学校金欧女中的同学跟学姐一起拍。那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也是金欧的制服。前面还是有小小尴尬，因为都不是很熟，跟学姐有点小紧张，但后面就比较好，就比较放开。大家也都说前面刚开始有点紧张，但后面我们大家就一起丢保龄球，然后就玩得蛮开心的。我出去的时候好像要他们说有一个透明的。一个 pose。哇！有哎！你好极端哦！我这首歌比较像是要告白给人家的一首歌。因为他歌词里面就有很多你为什么不敢，你爱我吗这样的感觉。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高中生不像以前一样还会写信给你喜欢的人，现在大家都是用 LINE 啊，用电话传讯息给你喜欢的人。我自己觉得自己用讲出来的应该是最好的方法，因为感觉用打字的好像没办法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真正的感觉什么，搞不好会造成一点误会什么。但是现在高中生都觉得，安娜贝，是认真的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我们打算要在这边隔壁开一个球道打保龄球了。哎，我很厉害啊！真的，你很厉害，我洗功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我剪刀性质是那，不是。哎，我说你这块有东西。这骗人哦。我有喜欢过，有一直暗恋过一个男生，但是，我爸爸都教我说。不，绝对女生不能主动先跟男生告白。他说一定要男生来，就是来告白给你，不然男生会跑掉之类。我爸就一直教我说，你一定要成为那种不是你要去找他，而是他要来找你的那种女生。我爸爸说我要大学毕业后才可以谈恋爱，偷偷吧，偷偷不能跟爸爸讲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漂亮的我的手，最干净了。我喜欢，就是一定要比我高，然后很会照顾我，然后他比我大，
我没办法比我跟我小的人在一起。我觉得后面这六个好像有点太大。My boys, my ladies, we will crush.